给我。你现在录吗？干啥存啊？陈柏伟这个角度看起来蛮帅的，陈柏伟一直都很帅。不是很帅，你刚刚讲什么东西、啊？这样就不帅，再过去一点，再过去一点。他刚刚讲什么东西啊？快点！干你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是陈柏伟账号。有人在划船的。这是陈柏伟账号，不是我。有人在划，快点，快点！这是陈柏伟账号。注意，注意。注意呢、啊？现在整个他的脸。陈柏伟账号，这是陈柏伟账号。李彦延迟吗？好啦，他叫李彦迟。好啦，不划了。延迟有人在划探探，这陈柏伟账号。一点都不屌，在哪里？我听别人进入我的 vlog 了。早安，林哲宇。介绍一下，不用介绍一下第一场比赛。第一场比赛21-53啊，轻轻松松。你要访问谁？陈柏伟有在记忆。这是败北的画面，有从昨天开始。我觉得四中还蛮烂的。哦，四中零，没错，零出手。一个八号，出手。这一桌最高得分是撞超明，20号打2分。我们四个得两分，四个得两分，合计大概哦，我四嘛，你多少？啊？四出手，我三七。你有刷牙吗？疯狂，疯狂刷牙。给他迟到了。我这有很多宵夜可以给你吃。那个都你吗？不止我们有很多个。好好好，没有。